客中行，李白。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兰陵美酒甘醇醉人，散发着郁金的香气，盛满玉碗，色泽如琥珀般轻盈秀澈。只要主人同我一道畅饮，一醉方休，哪里还管这里是家乡还是他乡。再读一遍，客中行。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